什么？酸辣鲅鱼丸，就这家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对，还有，还有啊，海鲜毛血旺，酸辣鲅鱼丸，海鲜毛血旺，菜听着都挺硬哈。还有，还有啊，海胆，不记得了就算了。海胆虾酱炒粉条，我钱还够不够啊？哥有钱，点起来，随便点随便点，真的，我有很多钱。OK 了吗？点的什么？好漂亮！你点的是真会点，老板，蒸汽海鲜锅。哇，好会点！多宝鱼，只有多宝鱼。多宝鱼友情提示，它不是88块钱一份，它是88块钱一斤，现点现称。这边的多宝鱼一般都是5斤起卖。先把这边算一下多少钱？27.6。我的天呀，真的要进入一个警戒线了。来，弟弟们 ，Nice to meet you。好了，聊点正事，能把那个徽章给我先拿一下吗？吃完饭怎么走？吃完饭怎么走？吃完饭再说啊，都是人家都有先来后到的。现在年轻人的防范意识多强，舌头没有尝到那口菜之前不会给我回答。都这么做的，是这样子的，做得好。啊，我们这么快的，就等我一声令下就往外端是吧？海鲜毛血旺、鲅鱼丸、海胆虾酱炒粉条、蒸汽海鲜锅、只有多宝鱼。来，我们吃，来吃吧。哇，好重啊，而且配上这个酸菜的一个汤底还挺特别的。酸辣鲅鱼丸，青岛有句俗话说，鲅鱼跳让人笑，这句话足以体现青岛人对于鲅鱼的喜爱。鲅鱼的吃法有很多，鲅鱼丸子是青岛人最常吃的一种，剁得细碎的鱼肉用清汤逼出鲜味，再辅以香醋、胡椒粉等调料加持，吃进口里滑嫩松软，鲜爽无比。哇，好重啊！哇，会点会点。好，我的蛤蜊徽章呢？哇，就那么太突然了。好吃好吃，先吃完先吃完。哇，林明给我发微信了。醒哥，我们离得很近。我现在就在你边上，我刚刚碰到了小丁他们，然后我这边的蛤蜊全在他们身上，而且我身上也没钱了。谢冰冰又被骗了吗？到处结盟。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，我一会儿就过来找你。没蛤蜊没钱，想来找我们，我们要怎么回复他呢？你也是败惨就行了，跟他一样。我刚在那个门口遇到迪哥了，我的蛤蜊全被他抢走了，我现在也没有钱，我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啊。你可以卖惨，为什么把我形容的那么坏啊？我得有一个惨的原因吧，是吧？行行行。谢冰冰很奇怪哈。我的蛤蜊全被他抢走了，我现在也没有钱，我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啊。好的好的，醒哥，你给我发个位置，你看看你们现在在哪儿，我过来找你们吧。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现在跟小丁还要大大结盟了，就要在醒哥那边还要获取一些信任感。我给醒哥打了个电话，让他给我发了个位置。走吧走吧，先下去吧。嗯，是这个吧？先去探一下，我套一下迪哥的话。天哪，迪哥，天哪，我好惨啊！快点，我回来了，我找到组织了，我现在身无分文。你为什么没钱了？因为我钱在车上忘记拿下来了。你现在身上是所有一切都是零？一切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好大胆，还敢坐这儿把赶出去？真的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口袋我掏出来给你看。这样，他挺诚恳的是。我现在连愿望都没有办法实现，那我更不能跟你结盟了。不是我要体力啊，我要各把体力啊。哎，用得上用得上。真的是我体校生。你觉得我需要体力吗？你看我收获。叫冰冰哥，一二三。没事，叫不出口这个冰冰。
你这样吧，行哥做个大胆的事情，信任是相互的，我把我所有的蛤蜊都给你，你就是跟我一伙的。信哥，哇，信哥，呸呸呸！我觉得我嘴巴里面说话啊，有东西说话太没有诚意了。信哥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先别激动，不是，你先别激动。真的，我没有想到你是这种人。你先别激动，我所有的蛤蜊也就只有一个。啊？那是这样，这边两个我还没收呢，他俩吃饱之后务必把他俩的也收上来。我现在去寻找新的蛤蜊徽章了，完全信任你。我可能从这个房间离开，你翻脸不认我了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只能接受惩罚。行哥，不可能的，我相信你。我不会是什么的。天哪！我们再联系，希望那个时候还可以打通你的微信。他人也走了，现在。来，我帮苏醒收一下。来给我，我是好人。不是他还没有，我是好人。他还没有。你看我这样子像不像好人？给我弟弟。不是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我跟你说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这次的惩罚只惩罚最后一个人，对吧？只要我们能联合起来，保证最少的不在我们这个里面，谁当蛤蜊王都无所谓。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想法。哎，真的是。你先把苏醒的收了。这样吧。弟弟，那个抓紧时间吧，你先给我吧。好坏的样子。给一下吧，给一下吧。哇，仨，哇，挺多哎。这个啊，加速。我现在一共五个。然后呢，你把苏醒的五个都给我。你把苏醒的五个都给我，我真忍不住笑，我不是坏人，我不会骗人。我们俩结盟。对。来，好坏啊！天哪，坏到家了。苏醒会不会哭啊？回去吓不吓人？录综艺怎么这样啊？你们两个现在什么心情？你们有没有觉得把苏醒害了的感觉？有。没事没事，你们再吃点这个蒸汽海鲜就。是你们吃不下了是吧？心情一下好淡是吗？这只是综艺，弟弟没事，没事没事，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人。我们是干了些不好的。我不是这种人。你们什么眼神？别学这些，这些都综艺效果。我们人不是这种人，我们是真情人，很真诚的，都很好的。行，那我们也要撤了。我最后问一下那个小张好了，你有多少个？因为你这个是微博综艺开的一个地点，所以你是。一个哈，这狂点三个菜，你真的一个吗？你狂点三个菜，你就只有一个？就一个，一个。真的吗？不开玩笑。迪哥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小 boss 吗？迪哥，保持联系好不好？保持联系啊，走了。真的是对不起信哥，真的是对不起他，对不起信哥，对不起对不起。我累了，我想发一个，我们在哪里，然后你们来找我们吧。这样吧，我们找一个点，是我们觉得人来人往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坐着等他们自己上吊，然后我们也发一个定位，就跟他们一样，然后说蛤蜊们来找我们吧。我们请你们吃饭。我们请你们吃饭，对。哎，前面有一个小心啊。不是不是，假装假装没有看到他。哎，这照片上。OK， 辛苦辛苦。来吧，我们请你吃东西吧，要不要？行行行。你都累了吧？太累了。我们要找你的同伴一起过来。我知道哪里有。集合，让他们集合来这边。你跟他们说一下最新的指令。行行行，我帮他们骗过来。你们有群，那你在群里面说一下行不行？更好。可以可以。我们一起发哈，我们在这等你们哟。好，这样对了哈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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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 Hello， 请坐请坐，坐一下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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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坐欢迎坐。
来三个，哇，越来越多，我的妈耶！来吧，来吧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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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